哦，科学零一，哎，科学零二，那里面的话呢，我就把刚刚科学零一，它本来栏位名称是什么？栏位名称 text 文字，可是我应该把它改成什么数字好了，因为让它自动增号，所以在这边可以改一个什么呢？改一个 table 零二好了，换一个 table， 然后呢，我这个栏位名称，栏位名称一样叫 number， 但是它的形态有没有？本来是 text 文字，我把它改成呢数字的话。而且是整数的话就 integer， 之前我们在 Python 里面是 int 的哦，不过你在 SQL 里面呢、哦、它叫 integer， 这可能要记一下，其实 int 的全称就 integer、哦、然后呢后面的话你可以加一个 key 啦，不过这个 key 其实加不加倒不影响哦，印象中那这个 primary key 就是说它这个栏位是主 key， 有点像你那个 access 里面加一个钥匙嘛。 OK， 那有个特性，就第一个它一定不能重复，第二个呢一定不允许空的，有没有？就唯一的嘛，像你的身份证号也不可能跟其他人一样，绝对不可能一样，一样的话还得了，你作奸犯科变另外一个人被抓去关，但不可能、哦、所以呢 primary key 后面你可以加一个 auto increment 自动增号，但是如果你加了这个之后的话就改这个了、哦、好像在我那个讲义里面也有，然后呢你这边的话 insert into 改成 table02 好了，我换一个名称，那 values 啊、哦，这个特别注意哦，因为这个 number 是自动增号，所以呢后面的话你就不用再给它哪个编号，但是呢在那个 values 前面呢，你记得、哦、要加一个括弧，如果你两个栏位都要加的话，那你就不用输入，两个栏位都要就不用了，但是如果你只要其中一个栏位的话，那你要跟他讲说哦，我只要其中一个栏位哦，那我只要输入什么电话就好了 ，T L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第一次执行它就放，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自动增号了。那我这边不过这样好像每次啊一执行要改电话号码，比如说第一次执行，我看一下这样 OK， 理论上应该这样 OK 了哈，新增成功，哎，哦，新增成功了，表示这一笔已经进去了，有一个电话号码是02哈。那我改一下啊，其实不用那么长了，一二三四好这样子哈，执行。那这样的话又一笔了，啊编号不用，然后再来的话呢，可能就五六七八 ，OK 好这样执行，随便大概增加个几笔吧，然后再来就是九一二三 ，OK 好执行。那你会发现呢，我的 number 都不用填，因为它 auto increment， 而且是 integer 自动加号。好啊，这样的话 OK 之后，我们来确定一下有没有成功，试一下 OK。那这边的话，我一样哦，开启什么，切到那个，再重新开一下，然后开什么，开这个，哎，多一个了 ，table02。然后你会发现哦，它这个结构它会告诉你，它是 field 就栏位，然后呢，它的结构是 integer， 而且是一个 primary key 主 key 哈、哦。然后看一下里面的资料。哎，有没有？一二三四，自动加。然后这个是我刚刚填的。啊，当然你还可以再改什么？把那个刚刚改的这个地方哈、哦，可以把它改成 input， 有没有？比如说，哎，让它输入个三笔之类的哈、哦。所以我又再增加一个 for 回圈 ，for i in range， 哦，零到三啊。不过零哈、哦，其实如果是零，你可以省略啦。就打这样也可以、哦、0到3那表示它是012、欸、就跳离只有3笔，然后呢请输入电话，然后这边也许换一个 table03、哦、就又换这边、欸、number， 所以这边你要改一下，这边可能直接、哦、这一串哦 SQL 语法改一下，然后把这一串哦也许这边改成三吧，也许我这边是让它跑一个 for 回圈，请输入电话号码，然后帮我放到那个 table03 里面去。啊，当我输入的时候呢，会跳出来，好，并且其他应该不用改，好，执行一下。好，那这个，哎，请输入电话，比如02，哦，123好像，然后再来02456，哦，大概简单练习个几笔。789 Enter 好，新增成功。那这样的话呢，我又多一个 table03 呢，我看一下，一样切过来。那你可以切到那个 data structure 再切回来一下，有时候它应该会，哎，有了，
哎，有吗？这个就刚刚的 OK 哈、哦，所以以后当然有更多的变化。不过哈、哦，这个 OK 之后哦，请各位想想看，如果我希望把什么，把刚刚的那个 member 有没有点 TST， 我们刚刚这个、哦、会员的这个 member 资料有没有？假如说我要可以把这边改一下，有没有办法改？也许我这边要改哪里？第一个，这边把它改 member 好了。哎 ，member 零一，然后呢，我栏位的话呢，哈，假如我要有五个栏位，那问题我要什么形态呢？如果它里面哦是文字的，像这种姓名的，你就用 text； 如果它里面是数字的话，你用 integer。啊，如果你是日期时间的话，我建议你用一个叫 date 加一个 time， 日期时间就 OK 了。好，你可以有很多个栏位啊，这里请各位试一下，然后把那个。刚刚我这边变化的部分先试试改改看哦，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